早上比他们晚起，所以早上我先视讯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说妈妈今年圣诞老公公没有送我们礼物，我立刻发讯息然后跟他讲说你怎么回事，我每一年没有错过的，我两天没有理他，回传也没有，一度不回了。就是那个怀孕的传闻吗？不是直接吓到了？我觉得是角度问题，因为我们住的是新马，有一年送的那个椅子，它那个椅子面积很小，所以我其实是有点坐在他膝盖上面，然后他是要扶我，对，所以他们都很相信圣诞老公公。对，然后但今年有一个小插曲，就是修先生这个早上比他们晚起。所以早上我先视讯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说妈妈今年圣诞老公公没有送我们礼物，我说不可能，你是不是把那个圣诞礼物写得太难了，然后说没有，很简单啊，是应该是会送到，为什么没有，我的怒火就上来了，然后我就说哦，塞车，因为他送太多礼物了，你再等一下，今天还很长，结果我立刻发讯息然后跟他讲说你怎么回事，我每一年没有错过的，今年竟然错过，他赶快就是圣诞老公公就说哎，在那边你们刚刚没看到，其实他已经放在角落了，对，就是偷偷再补上去，他已经许愿那个弄头发的机器，然后还有一个做什么猎鹰3D笔啊，我说哇圣诞老公好时髦，我都知道你要什么，立刻送到。老公有赶快回他，我两天没有理他，回传也没用，一读不回，气死了。他今年送我一个宝可梦的 T 恤，有荒谬吗？因为我们家小孩很爱宝可梦，还有那个啊，黄色那只，那个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一下叫不出来皮卡丘。你会穿吗？嗯，为了小孩会吧。那你有没有想要反送奖励局，或者送他一个很荒谬的？我就不送了。有，我买了一个泡脚桶给他。就是那个怀孕的传闻吗？你不是直接吓到了？有啊，我很回啊，我说的是那个啊。哪个？一般人不会把手对啊，手放到小肚。可是我很会联想。我觉得是角度问题，因为我们住的是新马，有一年送的那个椅子，它那个椅子面积很小，所以我其实是有点坐在他膝盖上面，然后他是要扶我。对，所以我非常讶异，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传闻？我前几天听到，我也是想说什么意思？你们两个都喜欢挤在一个角落，家里刚好椅子不多，下次挤别的地方让我们看。好，我们去你家挤，可以。